苗内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你赖给我的音档，快点睡呀、啊！要不要睡呀、啊？赶快睡呀、啊！快点睡呀、啊！赶快睡呀、啊！要不要睡呀、啊？干破你！请问 NLG 可以学一下这个恶龙咆哮吗？恶龙咆哮。哦，恶龙咆哮！可以！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们该逃的赶快逃！咦，小笨狗！怎么有夹子？嘿！好火球之术！我学长都有病，怎么说？我的好火球之术怎么说？通灵之术，嘣！影分身之术，我把影分身之术挡住了。影分身之术，又是Dragonite，好有意义。真的啊，你等一下仔细听，他就是这样唱哦。你看，他就真的这样唱哦。他就说Dragonite，好有意义，他就真的这样唱哦。他真的这样唱哦。好热，有冷气，又不那么激烈的运动，听起来好很。你们知道我这件衣服还是在捷运站买的。捷运站买的，而且好像990块吧。我没有看到他们说今天要穿黑色衣服啊，我穿的红色衣服去，哈哈，超好笑的。我有跟你们讲过牛排跟餐厅经理吵架的故事吗？我有跟你们讲过吗？就有一次我们去香港比赛的时候，然后在那边吃饭，然后吃一吃。那个收银人员钱觉得好像算错了，少一个人的钱，然后他就用手指扫了我们的人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嘛，整个战队去吃，他就扫了一圈，最后指牛排说：“你没付钱。”然后牛排暴气：“放你妈狗屁！”然后这边跟他吵架，超好笑。他扫了一圈人哦，然后指牛排说：“你没有付钱，干他妈超好笑。”你们不要把人引来巴龙呢！吃啦吃啦，你先中啦，你先用中啦，我扛不住啦，你先中啦！留眼呐，干你娘！你干嘛先中？靠哟！
合照还不准我站着说我太高了。不要再骗人了啦，球爷，你不要再骗人了。我这么高，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？拜托，不要骗的啦，球爷。请问台中有178？我有，我有。我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家务事，大家等我一下。这不更新试试看吗？我抢！嘿嘿嘿嘿嘿嘿嘿。Bye, say good. 不要！哦呀！哇！哎，怎么没挂到？哎，小编是怎样啦？跟聊天室一样鸡巴哎！为什么要先打后面那一只的、啊？我要发飙啦！我要发飙了！发飙！叮！是你逼我出这招的哈，兄弟！别怪我无情！叮！干他被电成这样还没死，搞屁啊！怎么可以叮那么久？那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先来个十抽了。对我说，什么意思？他就只给我一组那个。嗨哟，哎，有150哦，那一定是抽150啊。还有小西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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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只能说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橘色是我的好兄弟。他会说梦话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自从我帮他来他家之后，我听他说梦话说超多次的，而且都好可怕，我每次都被吓到。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梦话是，那时候他在睡觉，然后他就躺着，我那时候还没睡，他就突然间跟我说，他说，哎，你去拆红眼，他叫我去拆红眼，然后我就吓一跳，想说，他是在睡觉吗？还是没有在睡啊？为什么叫我拆红眼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然后隔天他起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：“你昨天叫我拆红眼呢。”他说：“哈，他不记得了。”昨天他也是说梦话，然后他就是这样，他就这样，他头就手就这样伸出去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手就这样慢慢的放下来。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，他突然间他又开始要讲梦话，他就说。他就这样转过来，挤到我旁边来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用很丑的脸看着我说：“哦，他没有看着我，他眼睛是闭着，他很狰狞，然后很丑的脸，然后跟我说，他说，干嘛是三星龙女？没有啊，我妹就是去 Google 啊，打他的名字啊，去维基百科查他、啊，他跟我说，姐姐，你男朋友少一颗肾哦。”